比赛开始。朴正志似乎没有受到刚才抢跑的影响，现在非常自信。哎呦！哇！三位选手全部都摔出了赛道，只剩李天荣排在第一位，在他身后没有别人。朴天荣，终点在前面，冲线了！那我们快点抱一下吧。我们想到过我们对这枚金牌的这种渴望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四年的努力，四年的各种困难，我相信这块金牌是奖励给中国的。各位大佬，创作不易，给个三连吧，跪谢了。